我现在刮的是头皮，它不是刮头发，是刮头皮。刮头皮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抹，就这样去刮，是手腕动，一定还是要是反根的，反根去刮。这样刮出来的头发要光亮一点，刮头皮要光亮一点，而且也把它头皮的死皮给它刮掉。头皮看见没？头皮一般刮头发，如果说你这样不会用刀子的话，尽量不要这样去刮，还是站在它的前面，让它头往下一下，就是低一下头，就这样去刮，摸着有头发的就给它刮掉。刮出头皮，第二次给你冲一下，你那个急翻天。嗯。刮头皮也要注意哈，这个必须要注意一下。你站在侧面，让他的头往下低一下，那你就好刮了。如果说你这样反着拿刀子，不容易很容易跟人家刮伤，所以我还是建议，如果说你不会用反刀，你就不要去用，因为我都不怎么用反刀。这个是要先把头发刮完以后，刮干净以后，不打湿头发，也不打湿头皮，就这样去干刮，不痛的，懂不懂？不是说刮这样刮是很痛，不痛。有的人他刮了感觉很舒服，所以是刮干净头发，把头发倒刮以后，没有那个头发刮的时候才这样刮哈。这个是专门刮头皮，没头皮不凶。俺就这阵了，真的。Thank you.